它就是舒压头带，它可以用在头上，因为我有时候头很胀的时候，我也会这样用。哦，是这样。对，然后我眼睛不舒服的时候，它可以这样调整。我按过来就按的时阵，你马来西亚用的按过呐？按过呐，按动动的时阵、欸。我用完之后就回不去了。这边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，对不对？八个东西，八颗晶片，超导能量的概念哦，它也可以移动。我眼睛现在很不舒服，我就放眼镜嘛。那如果我这么移开哦，隆隆就，我就移过来一点点，我就可以贴在我的耳朵的地方。现在我们用在头部的呢，就是我这条，它的负离子量1000，1000哎，对，我们这个袋子里面有三层。好，外面这一层就是太子的晶片嘛，就是你控制的地方。对，中间这一个石墨烯，我们是用环保石墨烯，对人体是完全没有伤害的，是对地球没有伤害的，没错。这个全球只有一家公司，只有你们。台湾研发了很久，做出了环保的石墨烯。另外这一面才是天使战，对，拿到了美国的专利，就是它这种可以无声丝粘，可以不勾纱，但它的粘着度非常好。